木屐在日本呢，现在还仍然是有卖的啊。它那个木屐啊，下面一块大木头的，但是这个木头并不是很沉，非常非常的轻，应该是空心的，所以走起来嘎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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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响啊，嘎哒嘎哒响。这个木屐平时上班啊，或者是在街上看不到啊，但是穿和服的话，一定会穿木屐。哎，这是一套的。你穿和服、穿个皮鞋、穿个旅游鞋都是不对的啊。所以你要穿和服或者穿日本叫浴衣，这种浴衣，写作浴衣啊，当然不是洗澡时候穿的衣服了，叫浴衣。